加碼兩隻隻隻隻細蟲仔受傷的，你看到它的背呢穿了一個蜘蛛來的，是不是呢？是不是八隻腳？看不清楚，看看第二，它旁邊還有一隻呢，就是草蜢，但很有趣，它可以前後移動，那隻草蜢是不是？是的。它在做什麼事呢？它腹部蹬下蹬下的，是的，你懷疑它產卵了，但它剛才向前走了一點，不過現在真的舉步維艱，好像特區政府又不肯，是吧？咦，它的腹部收回上來了，現在是嗎？是水浪窩，他就說看湖，為什麼很多人看，再看看這隻受傷的，這隻受傷的，他都沒什麼肉的，又是了，是的，是一個腹部的特別點，地下的，是的，很有趣，拍個照片，這個舊石更加明顯看到，這是啊，真的啊，真的噴了一些東西出來啊，我想是真的產卵了，是不是啊？不知道，不肯定，你看看到周圍，我要拿望遠鏡看看先。哇！佢直情深入啲泥度添喎，係咪啊？係咪啲卵要喺啲泥度咧？我係喺入邊產卵嘅，應該。咩？深入泥土中。動緊了，似乎會離開了，把蛋放上來，是啊，哦，哎呀，走了，兩隻昆蟲，走埋嚟做咩啊？頭先阻住佢噶，佢頭先撥開佢噶，只腳。
好啦，唔再影你啦。我哋又睇咯。拜拜。人又睇佢，佢就嚟生人啦。